来找本官究竟是为了何事啊？大人啊，小女子来求见大人，当然是有一件要紧的代志，要求大人替我做主。小妇人，你可知这官衙的规定啊？官衙是有什么规定啊？啊，你拢唔知哦。大人，官衙规矩，小女子当然嘛了解，我已经久仰大人你的大名了。哦，你也知本官的大名？哎呦，大人啊，你的名声，在咱这个安客官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哦，这敢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，大人啊。我不相信。啊，大人贵姓哦？人人爱。大名哦，是人人拜。啊？那为什么本官的大名爱人朝拜呢？大人啊，你去那土地公庙大镜啊看卖，好呀，典韦该消灾。讲得好，果然是好口才啊！多谢大人夸奖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就讲吧。大人啊，因为我那班哦内底有一个人，我看到足差目的。我希望大人哦，你带抓起来关起来，以后莫再去我看到啊。不多大，欺骗官僚，这个党爱民如子，保君王。欺
叫请信咯、哦。我俩不是要害人啊啦，啊，这个人是去犯着七道大罪。啊，大人，你那是在牙起严办，敢是为民除害嘞？这。如果这为民除害，这恐惊可无够哦。大人呐、啊，这只不过是一个见面礼呀。你为国为民，多辛苦。送掉包两朵，小奴小运当回报，准备大礼为的新奴。真好，真好！既然你一片诚心，安尼本官我也不应该搁再提示哦。多谢季青天。招魂，竟敢偷摕物件，也唔快快将实招来！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来这的人，倒一个无法冤枉的。阿辉，大人，你讲你看到招魂伫后台鬼鬼祟祟，这可是事实？这，公堂之上。不可有所温暖。阿辉呀、你唔免惊，你若看到什么，你就讲什么呀、大人，我有看到阿云。阿云如何呢？伊哦，掀开头家娘的喜囊。阿辉，你有别讲。公堂之上不可传话。阿辉，大人，你今日有看到招魂拍开恁头家娘的喜囊吗？有啦。阿辉，你是安怎要讲白贼？是不是头家娘叫你安尼讲的？别乱叫。大人啊，冤枉哦！一大把讲出无情话啊，枉费阮头家解苦栽培。伫个家宝地，金莲头地，我的祖皇帝。阿云呐、啊，头家对你是百是一条不归路，如此的行为，你太糊涂。头家，请你
相信我，我真正是冤枉的。我招魂，啊你若是真的予人冤枉，为什么这大头猪啊会在你的戏弄内底呢？一定是有人恶意栽赃，要陷害我，请大人你明察。恶意栽赃，我大胆你呀、啊！真不真在眼前，是非黑白已明显，万一天人也妄念，招魂，你若搁再强辩，我是要用刑啊！大人，我这份清清白白，绝对无做对不起家己的良心的代志。真好，真金唔惊火，当行之下就知影你的清白啊！来啊，走，当宣旨执行。大人，是，我真正冤枉的人，我冤枉，我冤枉，大人。林大人，酒魂昏倒在地，还用水给破精神。是。酒魂啊，啊你招也是唔招哈？我是清白的。我唔招啊！哎呦，真好，继续当行啊！阿云啊，你未堪折啦，你光招啦！我招！我招！Yeah.
竟敢侮辱本官啊！来啊！来！啊，如今当判你咋多办？是。你来受着报应，你来受着报应啊！
周雄，你放心，本官一定会替你查明真相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我嘛会安排你甲周云见面，你先退下去吧。是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祖贵，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大人啊，你袂用替周云伸冤啊！哦，此话怎说？大人，你敢知影？正好后来青云直上，升做知府啊！哼，这种贪官，既然会用的升做知府，真是百姓悲哀。是啊，正好升官了后，曾经也有一位知官想要重新出案啊。结果如何？唉，结果当然是失败啊。正好是知府，哪有可能让他重新出案呢？也不过，正好如今已经不是知府啊。大人，正好虽然不在，也不过进前所有安溪县的县令，因拢曾经暗藏这件悬案。大人若是要重新出案，这岂不是甲因作对啊？这大人啊！敢讲，你要将所有的罪过，拢归咎于命运吗？